亲爱的朋友们，请问谁手上有今天的节目单？有多少人有节目单？那你们今天冲知道有两个超级大明星压轴的大腕，有谁能说出他们的名字？黄鹤翔，没错。还有一个是谁？林平。接下来我就要给大家隆重的推出林平。林平是大家都知道，我们是著名的歌唱家，他是国家一级演员，原空政文工团独唱演员，连续7年参加央视春晚，多次获得国家大奖，获评为全国10大最受欢迎歌手。他的代表作有《拥抱明天》《跨越巅峰》《说唱脸谱》《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我现在不多说了，我们掌声有请林平。 Ladies and gentlemen, let's welcome most popular singer from China, 林平。 Miami 的华人华侨朋友们，大家过年好。好着急了啊，我知道已经节目都3个多小时了，但是留下来的我觉得都还是铁粉。大家知道铁粉意思吧？因为我在国内的抖音直播还有视频号都有直播的，所以就很多的粉丝是追随的。相信今天台下肯定也有我的粉丝，对吧？有多少？哇，还真不少。确实时间有的晚了，但是在这儿呢，我也希望大家再集中精神一下，好不好？让我感受一下你们的热情。还可以，希望待会儿一阵高过一阵，好不好？掀起一个小高潮，也马上快到 ending 了，好不好？努努力。好，接下来呢，我送上的第一首歌是我的成名作啊，这首歌伴随着我一路成长。我1993年第一次登上央视春晚舞台演唱的歌，让全国人民知道了我。这首歌的名字叫《为我们的今天喝彩》。那么今天我带来的是一个全新的改编版的，如果有会唱的，我也希望大家和我一起唱，想唱的也欢迎上台来和我一起合唱，好不好？好，那送上这首《为我们的今天喝彩》。热情不要减哦。一个人走路总不自在，是因为伤了别人关怀，拉着走到一起来，寂寞孤独不会再，让天空留下一片云彩，让人生再不会空白，让世界变得无奈，让笑就停在现在。你我走上舞台，唱出心中的爱，迈出青春节拍，为我们的今天喝彩。你我走上舞台，唱出心中的爱，迈出青春节拍，为我们的今天喝彩。 I'm hurting baby, I'm broken down, I need your loving, loving, I need it now. When I without you, I'm something weak. You got me begging, begging, I'm on my knees. I won't be needing your love, just won't be dipping your love. It's killing me when you're away. Oh baby, cause we don't care where you are, just won't be tearing where you are. And I'm gonna have one little taste. 你我走上舞台，唱出心中的爱，迈出青春节拍，为我们的今天喝彩。你我走上舞台，唱出心中的爱，迈出青春节拍，
为我们的青春喝彩。Sugar, yes please, won't you come and apologize to me? I'm right here, cause I need a little love, a little sympathy.为我们的青春喝彩，你我走上舞台，唱出心中的爱，迈出青春节，为我们的青春喝彩，你我走上舞台。哇，还没唱够呢。我觉得掌声要给台上的这几位我的姐姐妹妹们，好不好？我没想到你们都会唱这首歌啊。那我来问一下啊，你是我姐姐？我听着你的这首歌变老的。哦，那很遗憾，我很对不起你哦。我希望是听着我的歌这首歌我们一起成长的，对吧？哎，真的是感谢这几位好姐妹啊，这么的，我知道啊，在这儿，尤其这位，我觉得你的舞跳得很好哦，真的好好哦，是不是？我觉得她的 solo 挺好，要不要再看一下？啊、哦，你看，多棒！掌声呢，给她嘛，太开心了啊！啊，确实，因为今天是个大年除夕的日子，是我们最中国人最大的节日。当然了，还有一个更好的消息，就是我听张会长说，今天呢是被定为了中国的文化日。所以我觉得刚才这首歌是为我们迈阿密的每一位华人华侨喝彩，是大家的共同努力才有今天这样的荣耀，是不是？真的，我们都是朋友。我知道这个时候呢，平时大家都要睡觉了，但是我还是希望音乐能够感动你们。